很久没有换片头了，我是小莫，这是啾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哎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我看能不能杀一个。怎么没人跟、啊？兄弟们，那个宙斯在干啥呀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上区等待，我有妙计，无尽之力加我。兄弟，他这个没有方向感。前面说我不想游，就是因为这个。你们看到了啊，这个真的他妈的难杀，我操，太难杀了。雷锤了。哎，哎呦我操！他不换我吗？我靠，他没换啊！火猫其实最好是别处理，处理可能得弱。又打我，该死了，真该死了，还打我！你该死了，真该死了！哎。上下求还行，来人，快来人！妈的，你他妈！好大，弃人了，末日弃了。末日没有大了。我没有来呀，我刚刚那波打完，我就说吧，输出不够的，这个都是打的。
没有，他破了我林肯。接下来做冰甲。为什么选择冰甲？是因为冰甲这版本它能加技能伤害，我们是有点偏技能攻击。我操！卖你了，我走了，赶紧走，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，我没技能了。这是快速施法一个不好的一个点。我方中塔需要你。打到自己。你这个位置很危险啊。这波一定要买啊！这波我是用买活顶出来的，接着推啊！养刀，我操，好多养刀。刚刚但凡有一个队友在我身边，你把这个地方打的吗？我方但凡有一个队友，俩队友。要买吗？我要买吗？你要买吗？你提前说。再看看吧。
气的。我操牛逼！还行，我换个嗯。他换过来差点把我搞死了，我操！因为他那个抬手是放羊的抬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抬手是放羊刀的抬手。不要看我现在三十级啊，我法克很有用的，法克作用可大了，兄弟。重登王位，那就值得我去牺牲一切。法克法师克星减了很多伤害，兄弟们。这个紫渊和这个冰眼打了对面很多的粘人伤害，很多很多的粘人伤害。赢了赢了，积极积极积极。敌方下路兵营被摧，敌方中塔被摧毁。拆家，最后补个安灭啊！拆拆拆！先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大招不会断。赢了赢了，对面好气啊！对面输得很生气，我只能说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我不是病没太好吗？并没他好嘛，老僵了。齐天蹲是为了防对面啊。杀他一下，他的等级就会爆那么快。如果我没杀他的话，他等级会爆得特别特别快。然后这个人他就是无解锁的，他血就会滚起来。他应该还是有我视野，中线有我视野。他应该是在下侧的位置有我视野。这边应该是有点。帮了我两波，我过来帮他，我给他打个信号，我来了。然后放个黄铜，开缩机过来 A 塔。这波我得跟一下，不跟的话队友打了。奥数太厉害，无限隐身啊！这波团战能打赢，我觉得赢一手奥数。
真的是奥数太厉害了。这个奥数服我可以一直开这个奥技能。应该看出来是假的了，因为攻击实在太低了。所以说，这把我有点不太敢出这个 PKP， 我直接打退吧。我的老六，我的老六想单杀我，我靠！因为他出了个阿多斯啊，他想阿多斯配合他那个什么杀我，那这个挺搞笑的，有点意思。大退了，这除非你钱特别特别多，都。那我是保证不了自己出了大坦师之后还能无解飞。昨天我不是那个感冒嘛，然后我鼻子不是堵嘛，然后你们看啊，他有血迹我也不是特别怕吧。我在底下 A 的好好的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技能就打到我身上了？我操，什么情况？就连击啊，连击力！我靠！天辉信使下来，好。这真的厉害，这英雄。现在不太建议像以前那样。这也能，敌方下路兵丁被称作超级士兵，是血伤害啊！我伤害是大炮之后才来的，是血伤害。这英雄，你要么出蝴蝶，要么出冰焰，就是因为很肉。这版本吃肉啊，吃坦克。因为以前是出龙息，然后龙息被削了之后，你需要撑血，不然高地你不好上。Hello， I'm Sumia。
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苏米亚 Office。